喂，大家好，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钟的内部原理。首先，这个整个的让它摇摆的结构放在这个钟的内部，然后这一圈的金块就相当于它的墙壁，然后金块是通过这个旋转底盘来连接，旋转底盘这边用凝液球让它保持着粘的状态。注意这边这个其他地方的金块一定不能和这个连起来，不然这中间的功能结构也会被粘着走，所以一定要留够空隙。然后这里用一颗动力轴承给它让它旋转，用一个可编程齿轮箱分别先正向转，然后反向转，然后再正向转，再反向转，先是20度，然后转30度，再转15度，再转5度，最后停止，就大概是这样。 OK， 接下来这个停止以后，它是一个实体化的形式存在。这实体化的为什么会实体化，是因为这里调的模式是运动模式。运动模式的好处是它不会一闪一闪的，比如说你看，如果调别的模式，我们再开一下，它会这样很不连贯，所以需要给它调整成只有在摧毁只有在旋转轴摧毁后才实体化方块全这个模式。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整个结构都会被实体化，它很卡，很占内存，就需要对它右键一下，让它变回成普通的方块。所以接下来就需要一个机械手让它这个变回方块。这边用一个离合器控制它，然后用一个简单的飞门接一个可调节中继器，时间是3秒，三秒正好是整个结构的摇摆的需要的时间，点一下。整个结构就实体化了，不会很卡。然后这里就是我一个按钮先激活这个钟让它响，再激活这个无线信号终端，这个是让它摆动，通过飞门让它停，最后是最终方块化。除此以外呢，这个按钮也可以替换成这三种方式，就是阳光探测器、日间和月光模式。可以看到，就是我装了这个抬头显示，这里会显示它的这里会显示它的红色信号，它每天会更新，好像是更新16次的信号，每次更新信号的时候，它都会通过这个侦测器给它下面一个信号，让它摆动一次。所以这个是如果使用这种方式的话，它就是更新比较勤快。然后这个是布鸟闹钟，它是每天只会咕咕2次，中午和晚上睡觉的时候。所以这个结构如果用它的话，就是中午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响一下。 OK， 我们看一下内部结构。这里我使用了一个风车，然后通过这个转速控制器调整成128的速度，让它停止工作。这边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补分机让它进行摆动。最后再看一次，谢谢大家收看，关注我。